那房子租出去，以后呢，我跟小弟就住你这屋，你跟小妹挤挤啊。不行，我需要私人空间。那你就让妈住客厅啊，我还要在客厅看电视呢。那你就让妈住厨房。你哭什么呀？嫌我对你不好啊？你找个野种子呀你啊？对呀，去找他去。五年了，一个人影消息都没有。冯姐，咱们去吃饭，不管了。你们这么对待吗？你就不怕遭天谴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好啊？有本事你让他呀！你找茬，我问你，别动！就是小气。这些本来都是要给你们的，现在。这可是你们亲妈，乌鸦上身把你们，你们禽兽都不如。妈，没事，听我讲，我养你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网友动动手指转发出去。